Hello，腾讯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Dear Boys。这会儿刚从春晚舞台下来，感受怎么样？感觉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春晚这样的舞台连续上了3次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荣幸。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那个春晚邀请？前些时候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公司跟我们说收到邀请。所以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就觉得特别荣幸，因为能第三年连续上春晚。相比以前会不会更从容一些，更淡定一会有一点点吧，因为前两年其实，慢慢慢慢的就会觉得第三年会更加的没有那么的紧张，反而更加的去感觉是跟观众拜年的感觉。对。我其实觉得更加开心，更加荣幸，因为其实连续登上春晚舞台三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今年感觉更加放松，更加从容，就是更加活跃的向全国观众拜年了。千玺怎么看？我感觉是就更加开心，然后更亲切，然后能在舞台上面更加享受。像这一次你们唱的这首歌是我和2035有个约嘛？对于这首歌，你们有什么体会吗？对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憧憬，其实也是非常青春，也是说我们这一代呢也会向未来不断努力去奋发，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首歌。说到2035年那个时候，我们都已经30多岁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大了，但就是年纪比现在更大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成为了社会的中间的一份力量，其实就是向未来的一个展望，也是期待能在那个时候发挥对国家贡献出我们的力量。这首歌也就是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，然后对未来的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的期望，然后希望能对国家做出贡献。那从你们个人角度来讲的话，你们会畅想自己的2035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吗？那时候你们可能是在干什么呢？2035年就肯定会有自己的事情了嘛，就肯定是不只是在事业上的事情，更可能在生活上的一些事情。对啊，想得好。就是说不定到时候演戏的时候都可以演别人父亲了。对，就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对，就挺奇妙的。我其实还觉得挺好的，到时候就是跟着年纪的成长，在各方面都有进步，那希望自己演技也有好的提升，所以不害怕。那惊喜呢？就是可能在自己更喜欢的领域上面能有更好的探索发展。有没有一种幻想，就想过如果未来，因为未来谁都说不好，如果咱们不做这个，你会想做什么？就是2035。那再说吧，确实也想不到。你会想到吗？我还想搞餐饮。餐饮？开个餐厅？对，那个餐饮行业。是一个什么餐饮？什么火锅？对。你很喜欢吃的？对。那惊喜呢？就是比较稳定，但是并没有，反正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。就是喜欢比较稳定的工作。然后就反正每天非常稳定，然后3点一线，然后这种比较平常的这种日子。因为现在比较忙，所以很想一个这样的日子，让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。就是想体验一下，有这个想法。那你可以考个公务员试试。好嘞。春晚结束之后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一会儿是不是大家都要回家了？对对对。对的，回家跟父母团聚，然后接着看下面的春晚。你呢？对，回家。你们都要回家了。是的。因为连续几年上春晚，其实就是都没有能陪家人吃个好好吃个饭啊什么的。那今年会有什么安排吗？今年春晚吗？还是春节啊？春节的安排。今年春节怕是回不去，因为要在剧组拍戏。你要在剧组拍戏？我还蛮好，有一个小假，可以和家人多待一会儿。有打算去干一点什么？想出去玩，但感觉春节哪儿人都挺多的，所以就不知道去哪儿。对，就是春晚结束之后回家跟爸妈吃个饭，然后休息一天，然后也是第二天回剧组。你也是第二天就回剧组了？对。那会不会觉得很舍不得家人？我家人在外地旅游。比你还潇洒呢，是吗？我也还好。
那你们就是谈到春节，你们一般会想起些什么？就你们的童年记忆对于春节。小时候春节肯定就是放烟花，然后放鞭炮，收红包啊，压岁钱，开心。嗯，我小时候也就是放鞭炮，跟小朋友小伙伴一起去皮。嗯，对。现在会跟同学就是约一约玩什么，有时间吗？有的，就是我同学都还蛮好，就是如果我回重庆会找他们玩，他们也会到北京来找我玩这样。我就是回老家，然后回山上玩。回山上玩？对，因为在农村里面嘛。嗯。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吗？就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年俗之类？特别年俗就是，也就是围在一起吃年夜饭，也都差不多，然后放鞭炮这些。嗯，平淡才是真的。那你们家有？我说过了吗？你们家有什么特别的年俗？我们家放完烟花之后，12点上天台。小时候嘛，没搬家的时候就会上天台放烟花，放完之后就回家，就是回家之后，奶奶就会做特别大一锅汤圆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吃。嗯，你们会做什么？就是会给家里做的年夜饭？不会。不会。对。有兴趣学一下吗？会做饭，但是。不是啊，其实偶尔也会做，但是年夜饭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大人会包，就他不会让你进厨房。那你们小孩子别捣乱，别捣乱，他不会让你进，别捣乱，别捣乱，出去出去。那你们回家都干嘛？就玩。我回家的话，所以就是大家一块一帮哥们在一块儿，闹。现在长大了就不会那么闹了，成熟了。成熟了。你对自己的定义是已经成熟了。没有没有，就是现在不会像以前就是打闹这样。现在可能就大家一块聊会天啊，看着电视，打会游戏啊，这样。嗯，你回去会帮爸妈做点家务或者怎么样吗？嗯，就是我自己房间会收拾，但是其实年夜饭我倒是也不会做，因为我妈就是老好久没见了嘛，她想说让孩子吃吃自己做的饭，我也挺想吃我妈做的饭的。你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饭？什么辣子鸡什么，我就会的那几道菜都是她真传的。哦，你真传的哪些菜呢？就是辣子鸡、尖椒鸡、麻婆豆腐什么，都是我妈教的。对，我也就会那几道，嗯。那很棒的了。你会做饭吗？我做饭我其实倒不会，然后我自己吃的话一般就是会煮泡面吃，然后家务的话就是有时候家长会叫帮忙做点什么事情，然后回去吧而已。嗯，因为2017年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对过去的这一年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2017年我觉得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精彩。因为2017年经过了高考，考上了大学，然后呢也去成立了自己的那个基金会，然后呢也是反正非常的充实，就是想不到什么休息的地方。对，反正每一天都是活在工作学习当中。嗯，我我大学是得上的，因为得学习知识嘛。但是其实我2017年过得也还挺充实，挺满足的。嗯，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嗯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嗯，我觉得也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收获到很多的经验，然后自己也体验到了更多的事情。嗯，那对于2018年你会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2018的话，其实就是想多跟家人玩一玩，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。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小目标、小爱好什么的想去实现？其实也不是小爱好吧，就是想多做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。对。现在基本上一年工作了多，就是去年工作了多久？365天吧。没有没有，夸张了夸张，那就360天吧。我的话其实也是希望2018年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有更多的时间，然后有更好的让自己满意的作品，也希望有空去旅游一趟。嗯，想去哪里？我想去海岛。嗯，在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全是朋友。就谁都行，就是有，就只要能放假。对。2018年希望都顺利，然后自己工作学习各个方面都能达到自己的期望。